我是蒙妹斯，在这里呢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。那今天呢，我准备带上我小子去我们这边烤麦市场购买2024年的新年礼盒啦。我本来想着过年菜的呀，但是昨天和前天太忙了呀，要去走亲戚呀、扫墓什么之类的，所以一直没有时间。那今天呢，刚好我们这边烤麦市场新年礼盒也到货了。那小子走，咱们现在就去买2024年的新年礼盒吧。你们看，我小子今天穿的也挺喜庆呀。一进门我就看到了，就是这一个2024卡游新年礼盒，包装封面有很大的一个龙。沉甸甸的呀，走小子，咱们付钱回家去把它拆掉吧。现在我已经到家了，那咱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2024年新年礼盒，封面呢是一个龙的繁体字，然后这边是有一个穿着披风的赛罗。再来看一下包装封面，这些东西呢是新年礼盒里面标配的东西，这里面的东西分别有4包卡包、6个红包、1套日历卡、4个橡皮人偶、1支笔。现在我已经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了，小子，咱们现在把这个新年礼盒拆掉吧。先把这个塑封膜撕掉，那也希望看到这条视频的小伙伴们龙年行龙运，龙年大吉。小子，现在咱们一起打开吧。嘿，哇，再把这个保护壳拿掉。首先这是一个光荣版英雄笔记的笔，一个赛罗，然后这是4包卡包，这边这个是2024年的日历，哇，感觉有点帅的呀。接着是红包，6个红包，3个红包是布莱哲封面的，3个红包呢是雷古洛斯封面的。给你们展示一下这里面的日历，1月份赛罗，2月份银河，3月份诺亚，4月份迪迦，5月份德凯，6月份还是德凯，7月份小金人，8月份赛罗，9月份杰德，10月份永恒闪耀特林加，11月份泽塔，12月份银河维克特利。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个日历的月份里面这些奥特曼呢，都是OR卡里面的呀。接着，这是里面的橡皮人偶4个，这些呢是橡皮人偶的底座，小子把它们组装好吧。该说不说，这个橡皮舍得用吗？那就在刚刚我们组装这个橡皮人偶底座的时候呢，发现个问题啊，这个橡皮人偶的底座不太好组装。组装完成，他们分别是盖亚、戴拿、迪迦和阿古鲁，他们底座之间呢还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。接下来最后到了最牛掰的部分，拆补充包啦。那我拆2包，我弟弟和我小子一人选1包，小子先拆，看一下能中些什么卡。L72罗索奥特曼月水形态，叉R卡杰德奥特曼原始形态，这是新版的叉R卡。然后红 GP 罗索奥特曼烈火形态，还有一张3D卡特林加奥特曼空中型。接着到地拆了，看看他能中什么。L72永恒闪耀特林加，叉R布莱哲奥特曼，3D卡特林加奥特曼强力型，红 GP 布莱哲奥特曼。最后我拆我这2包。L+2银河维克特利奥特曼 ，L+2罗布奥特曼，哇塞，双人红 GP 蒙比欧斯奥特曼和希卡利奥特曼，然后3D卡德卡奥特曼强壮型，看看这一包 ，L+2 X 超越型 ，KR 卡赛罗奥特曼无限形态，红 GP 泰迦奥特曼。3D卡德凯奥特曼奇迹星。2024经验礼盒已经拆完了，那最有秀逗卡应该是这3张了吧，双人红 GP、 KR 卡，还有这一张布莱哲的叉R。整体来说感觉还是挺不错的，那我答应你们的过年拆2024经验礼盒已经完成了，那也希望你们看到这条视频别忘了给我视频点上一波赞。最后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新好运。